妈的塞，搞什么？全部回来了。那你可以准备一点，可以准备一点。放假当然回来一下。啊。对啊。他现在当兵了。军人饭啊，新年快乐！哎，这是小黑，哎，宋儒，嗨，有什么？有这东西啊？小猫点歌。我猫点歌。他点了你点海绵宝宝。海绵宝宝。我点歌，我点歌。那点什么？男人天天兵。海绵宝宝，这看起来就 DJ， 用你来开场。对啊，很帅。DJ 要找朋友来，真的有。这可能是看过最丑的一个 DJ。搞这样，自己来，自己害羞。人家现在很导演在哦。哈哈哈哈哈！教官，来了，哥赛，你要自己在那边哥赛好不好？不能拉你下水，是不是啊？宋龙，你要跟我上楼吗？先点啦，宋龙。我们点给黄宋龙唱吗？DJ， 又我的爸，还国菜饭不是爸的酒，国菜饭不是爸的酒。想念当年，签约的那些冬天。
上面。升到天上了。我俩都他们是我，我两个月回来是第一天。就我在怎样，人生笑不了，就是算还不错的啦，只是平常的时候就呆呆嘛，比较无聊。可是没办法哦，我长期来看。阿狗唱歌啊，阿狗。